其实我最想要的可能双方好朋友吧。爹，这茶喝着不觉得困吗？你不是说女儿不够狠吗？啊，今天我就狠给父亲看。现在好了，你的报应来了。那些亡故的人，他们不甘啊。嫂呢？啊，拿给我，拿给我。我保护你，我保护你。啊，好甜啊，他俩。你为啥没办？因为我新婚了，现在才几月啊，我都还不到，才半年呢。然后我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怕麻烦的人，都很怕麻烦。其实我最想要的可能双方好朋友吧，因为你又很怕说谁没有请到，对，很怕怠慢了每一个人的那种感觉。不是说我跟你不好，然后那你是要办一个好大好大的，对，那你好大好大的，你是不是又累死了？嗯，我不要。